又刷到我了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现在我又在山上来给粉丝采这个引阳货啊，因为这几天我发的视频，这个引阳货发出去以后呢，然后非常受广大粉丝朋友的这个支持，然后很多朋友都想拿去做盆栽啊。现在在山上来啊，看一下这个山有多高，看一下，特别高，下面是陡坡啊，比较陡。而且还有点危险啊，然后在这里呢遇到了这个非常漂亮的引阳货，做盆栽很漂亮，看一下，像这个花美不美？越看越喜欢是不是？这个它不光是做盆栽漂亮，而且拿去煮水喝啊，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中药材啊，滋阴壮阳。有喜欢这个引阳货做盆栽的朋友跟我说一下啊。我是带土发货，把这个土啊，带根带土发货啊，100%成活。有想要的朋友跟我说一下，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因为下面支撑不住了，看一下，支撑不住了，怕摔下去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